来来来，开门了，来，我们开船了。我来颐和园特地穿一些红色的马面裙，是为了在这里拍下好看的照片。我因为看影视剧，比如《甄嬛传》《红楼梦》，所以我喜欢中国的传统服饰。每一幅画差不多都不一样，绘画很精美，一看我就感觉一看就能看出来，就一下就在中国，就不能说是在别的地方。